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好，今天大盘在这里跌了50点，对不对？那是因为各位2330的台积电在今天来说做一个下跌7块钱，所以大盘在这里跌了50点，各位你又看坏了吗？首先我在这里把我的 Telegram 在这里告诉你的像3035的智元，各位今天涨不多啦，涨一块钱了。我们今天有带一些清代在这里做限股当中还赚钱因为逢低买嘛。老师跌下来会跌停板，不敢买，不敢买，我买啊，拉上来，各位赚不多啦，赚大概2块钱啦，10张大概赚不到2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智元，各位来看一下它的月 K 线，各位这里叫做170几，它在50块附近，你看足足整理了多久，整理了将近12年的时间了，很多 IC 设计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它没有动。那你注意到它11月份刚开始第一根红 K 棒所以月线开始翻多，主力筹码多。好，这里有一个叫做56块，56块过了，我认为这一档股票会喷出，我直接明讲，这样比较快。好，各位这一档讲完了，我们开始看一下日线日线来说，各位看一下智元这一波真的都没涨到我认为它被低估了。你看一下这一根叫涨停板，涨停板之后，各位我们没有追我们是12345上个礼拜五才买的，老师上个礼拜五买的稍微高一点，今天涨到这个附近还小差个几毛钱，没关系的，我今天一样带客户限股当冲了那明天要不要做？明天还要做，你要不要跟着我做？随便你啊，各位。好，那我上个礼拜五在这里来说，跟各位投资朋友讲6283的淳安，有没有？今天是不是涨停板？他今天没有开涨停他今天真的没有开涨停板他今天开盘平盘你还买得到？各位看一下淳安，我有没有跟你讲，这一个底、两个底、三个底形成了，每个老师啊，涨停板以后都有。没有涨停板以前，上个礼拜五你有没有看我的节目？好，导播我们放一下 VCR。 不对我们这个网络节目没办法放 VCR 老师你好幽默不会啊，你回去看我上个礼拜五我怎么告诉你淳安的你如果没有看节目也没关系啦，各位拿起你的手机，拿起你的手机，各位在这里Telegram太怪，我看一下今天有多少人。哇，老师快到1000个了。快到1000个，来看一下。对不对？老师我要怎么参加你的 Telegram? W1788 标股急先锋专门计算主力筹码量缩好买点，对不对？加入林中祥的团队，我都事先告诉你，各位我在这里不要骗人。上个礼拜五还有你加入 Telegram, 我有没有告诉你100只股票？我有没有告诉你1000只股票？没有，我只讲一只股票，这一只股票叫做淳安。老师他到第三季为止是赔钱的，我知道啊，他11月份啊业绩不错啊，开始赚钱啊，今天不是开涨停板的，你不用追今天开平盘的，你敢买吗？你有买吗？十张，各位36.3块，收盘 39.9，你十张就好了，对不对？十张你大概赚3.63块，刚刚好 10%， 3万多块。那如果你买100张呢，30几万，你所有问题不是都解决了吗？对不对？各位一个老师要讲在前面，讲在后面都没有用，对不对？好，导播我们放一下 VCR。没有各位没有，那你就参加 Telegram 吧。老师怎么参加 Telegram? W1788 标股急先锋，专门计算主力筹码。好，各位在这里我再继续讲下去。好，那涨停板之后怎么做？好，6153的嘉联益，各位也一样今天没有涨。今天我的客户问我说，老师嘉联益今天会不会拉尾盘？我说不太会。
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五两万多张的量，今天只有七千多张，如果拉太高的话，叫做量价背离。好，各位注意到哈、哦，横盘整理，对不对？啊，那如果你这一档个股，你可以看月线，各位你可以看月线，好、啊，月线，月线在哪？月线，月线在这里。啊，你看月线，它也是一样啊，它11月长红嘛， 12 月我认为它会收红棒。收红棒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知道它在这里啊，从20块涨到多少？涨到70几块，涨三倍，它都是年底涨。月线第一根红棒，所以在这里各位你就注意了啊，手上有的你就不需要卖了啊。啊，老师，我如果做短线，那你到38、40块你想卖再卖了啊。我讲一下清楚一点，对不对？我讲一下清楚一点啊，各位。好，注意到了啊，它今天低点有跌破昨天的低点。但是各位量缩了，指标开始交叉了啊，我都事先告诉你的。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投资朋友一直问到的康控 ,4943, 今天没有点，今天没有点，还收尾盘还收高、哦、啊，各位主力筹码多，这是在底部的股票啊，手上有的你真的90块以下拜托你不要卖好不好啊，靠近100块你想说老师我有赚钱 ,100 块左右我要卖再卖，那没有关系，随便你。好不好？好，各位，我的 Telegram 在这里，我有明白的告诉你。好，我们看一下今天6531的爱普，哎，老师尾盘下杀破400块。好，各位来看一下，这也是不是一个 W 底 ？W 底这里一定有一个颈线，这个顶线是多少？395嘛，395。好，它在冲过了400块、395之后，它是不是会回撤这个 W 底这个颈线？我们今天没有做加差，今天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老师，我这个爱普要不要买来做加差？我说不要。那明天能不能做？明天可以哦。W1788 标股极限我会告诉你哦，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给你哦。啊，各位在这里讲的都要清楚哦。啊，好，注意到那今天盘中拉上去没有动，那不急啦。做股票哪有那么急的？你今天有没有赚钱？我今天有赚钱。那今天赚什么钱？赚淳安的钱，赚智源现股当冲的钱。啊，各位，智源讲完，我要跟你讲3227的原相。你注意到，明天这一档股票，哎，今天量4000多张，缩到1000多张，股价不跌。啊，你看啊，它也是一样转横盘哦。老师，明天能不能冲？应该有机会，老师，那我明天要冲一下，老师我要做一下，老师你带我做，我带你做，当然可以咯，怎么带你做？ W1788 标股急先锋嘛，我计算主力筹码给你嘛，我带你做。老师你人好好哦，老师他今天平盘还买不到、欸、老师那明天美国股市大涨的话他会不会开很高？不会啦，他现在没有量，不会开很高，但是明天有机会做啊，所以各位股票有这么难做吗？我专门计算主力筹码，我都事先告诉你的，对不对？3035的智源，我说它会涨，今天涨不多啦，涨一块钱，盘中还涨了一块半以上，对不对？6283的淳安，我告诉你会大涨，会涨停，过38块就会涨停，你又不相信我，结果真的涨停，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什么 ？W1788 标股急先锋嘛，掌握主力筹码啊、哦！各位再这样，好，我再告诉你245的全新。老师，我知道你卖掉了，老师今天冲高我不敢追，因为你卖掉了，当然不要追。那、拉回来能不能买？可以啊，啊、哦，这里是不是拉回来两黑？这拉回来两黑量缩，对不对？量缩你就说吧，这里有一个价位，有一个价位啊、哦。如果明天有低点的话，开高我是绝对不会买。啊，如果开高走低的话，啊，我大概后天才会买了。如果开低，我就会买了。老师，你都讲那么明了，我还要参加会员？我就是讲明，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怎么做，我就是那么有把握。各位对不对？股票市场难道不是要先讲明吗？对不对？各位像6283淳安涨停，我是不是上个礼拜五就告诉你了？
你不相信我嘛？钟祥老师，你不相信我嘛？对不对？啊、哦，各位，在这里我明白的告诉你嘛，啊、哦，好，各位，3661的四星，今天又回到600块以上，上个礼拜五啊，达到多少？590几，今天又回到600块以上，我还没有买回来，我不急，我等明天。老师，你每次买了就会涨，卖了就会跌，老师，我一定要跟你操作，老师，你能不能教我？我教你啊。W1788 标股急先锋啊，专门计算主力筹码啊，对不对？各位，今天收完盘，有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老师这个盘是不是死掉了？我告诉你，这个盘没死啊，这个盘没死。我们用日线来看，这个盘没死。好、哦，我们用日线来看啊，老师从这里8500点呢，涨到10400点呢，老师涨太多了，指标过热要化解，本来就要化解啊。哪有股票天天涨的，对不对？那今天的纯安涨停板，明天还会涨停吗？ W1788 告诉你嘛。那今天的智元休息一下，明天会涨停吗？明天涨停就多少？555。老师，什么叫 559？ 就是35排香烟嘛，各位。你还不懂哦，对不对？所以各位，股票市场，我告诉你，黑板上拿钱真的是太容易了。老师，我怎么那么难？老师，我卖掉它就涨，我买进它就跌，对不对？各位看一下6283啊、哦，老师，你为什么买进它就会涨跌？老师，下杀到49块，我停损嘞。老师，你要下去买啊、哦？49块拉到51块，2块钱，10张20000块。你认为很少是不是？我的会员好高兴啊！还有一个会员盘中打电话给我，老师你不跟我讲，你买我就买50张了，50张就10万。老师你不带我住，啊、我告诉你哦，啊，清代的我会告诉你你买几张，因为我要计算主力筹码，我要知道你的资金有多少，我要带你进，我要带你出啊，对不对？所以各位，我做股票就是这么的容易啊，因为我要带你进，我要带你出，所以我一定要计算主力筹码，让我要知道你要买几张。啊，他今天量没有很大哎、欸，因为他今天量只有3000多张、4000张而已啊，他上个礼拜有6000多张啊，对不对？6283的啊、哦，这个纯安上个礼拜6000多张，今天12000啊。啊，这个你买50张、100张就没有问题啊，12000张，你买50张、100张很好进、很好出啊，是不是？涨停板也锁了好几千张啊。老师，我不会做，那加入我的脸书行不行？老师 ，W1788 标股急先锋，你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给我，我就知道怎么做了。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加入脸书好了。所以各位，钟祥老师的股票，我带进，我一定带出啦。你在这一点都不用担心啦、啊。最近有很多客户来参加啊、哦，当然有一些手上有爱普的，他是希望爱普在这里能够做价差，因为他自己时常啊、哦、开盘去追，尾盘冲掉，结果都赔钱，因为他尾盘会下杀，你去冲掉一定赔钱嘛，而且你会冲到最低嘛。那老师明天能不能冲？明天。就看我计算主力筹码给你算嘛，老师，那你很厉害、欸，对不对？老师你很厉害、欸，好，今天纯安真的涨停，3035价差超过2块，6153的嘉联益没有价差，不要做。老师，6531的爱普，老师，你今天开盘以前清代，你要叫我说逢高你要先卖掉，收盘再买回来。老师你怎么都知道？我、哦、当然知道，不然我当老师。钟祥老师在这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难道是骗你的吗？ W1788 在这里告诉你这么清楚。来，各位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脸书里面，诶诶，我看一下啊，这个今天啊、哦、有看的人超过300个。这300个当我的见证人。验证才是诚信。股票市场要讲在前面，不是涨停板
你要化修，你都无啊，对不对？老师，你真的有讲哎、欸。老师，你真的有讲哎、欸，6283。老师，你真的有讲河岸会涨停，我真的有讲啊。我今天在赢天下里面我也讲啊，河岸你可以留意啊，当时还没有涨停啊，啊今天收盘涨停啊，你有没有赚到钱？你有赚到钱，我给你拍拍手。你没有赚到钱，那你在这里就一定要加入 W1788 飙股急先锋。老师，我决定了。老师，我决定了。我扫 W1788 飙股急先锋。老师，我要看你的主力筹码，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你明天带我做。我讲好哦，我明天带你做哦。好，对不对？前面爱普100块150块你都没赚到。后面会不会有100块150块老师你带我做。我听你的话，你叫我买我就买，你叫我卖我就卖。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各位啊，W1788 标股急先锋专门计算主力筹码。在这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知道今天要先买后卖，或是今天要先卖后买，人家不一样。赚取百元的利润，前面的爱普从200多块295块做到395块。嘿。再从295块做到458块。嘿。各位我讲的都很清楚。特斯拉的供应链同质也在这里大涨。对不对各位特斯拉的供应链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只股票哦。对不对好 ,IC 设计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只股票我们本来要做的。我在脸书上面也有讲神盾但是因为它11月营收不好量也没出来我们就不做了。我讲的都很清楚没有做就是没有做有做就是有做所以你要跟着我做好不好各位专门计算主力筹码 W1788 标股急先锋。好各位没有老师在这里解盘用周用月线来看。我们来看一下3035的智元。我们用月线来看。对不对各位这个叫日线那我们把它打一个叫月线。月线在这一个吗这个。好各位来看一下。如果你看不懂我来教你。它从170几块跌到这里当然这里是底部啦 ,50 块以下都是底部。对不对 ?50 块以下都是底部。老师最低还有跌到30左右。30左右这里也有涨到80左右。这里也有涨到80左右。所以它就在大概是多少大概是在50块上下整理它整理了整整的12年的时间。月 KD 看一下月 KD, 月 KD, 月 KD 看一下这里。月 KD 刚刚开始翻多。我认为这一支股票在两三个月之内大概会涨3成到5成说不定可以涨一倍。如果是五成的话 ,50 块的五成是75块。老师那这样子的话我买100万涨五成就是涨50万咯。我告诉你我还带你做现股当冲我还带你做冲来冲去搞不好还不止赚多少还不止赚50万咯。搞不好可以赚100万咯。老师你好有信心哦。老师上个礼拜有杀尾盘呢、欸、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因为月线来看。6153的嘉联益这个叫底部嘛。这很明显这底部嘛。对不对这真的是底部啊。月线刚开始翻多、啊。所以手上有买的你如果买在35、36、37都没关系你给它摆着就好。我认为搞不好这个礼拜会冲到38块左右。38块有很难吗不会啊一根涨停板就38啦。对吧你看一下他今天的挂单。最后的时候挂单是他下面是挂间隔单。每隔一档挂几百张。这个叫间隔单。这个不是一般老师懂的。这个是一定是有门路的老师或是有门路的经验有经验的人才知道。什么叫间隔单对不对所以各位在这里我再一次的告诉你 W1788
标股急先锋，各位专门计算主力筹码，涨停板就是你的，就像今天的淳安涨停板是一样，明天我带你玩大的，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愉快，谢谢。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